你说你什么本事啊？我成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，竟然给我怀了个丫头片子！我要的是大身子，不是丫头片子。妈，这女孩她也是你孙女啊，不都一样吗？能一样吗？我们家三代单传，到你这儿是个丫头片子，你说我能不气吗？这我儿子是个董事长，这生了大孙子，有了儿子才能继承这家业，这丫头片子算什么呀？啊，妈，这生男孩女孩他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，这孙子怎么了？孙女又怎么了？你怎么还重男轻女啊？这生男生女你是决定不了，这打掉他你能决定吗？把他打了再怀个大胖孙子不一样吗？妈，他可是你的孙女啊，你怎么能让我打掉他呀？我只要孙子不要孙女，你必须给我打掉。妈，无论你怎么说我是不会打掉他的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打不打？我不打。不打是吧？不打是吧？这不听话了你，想要我们家绝后是不是？我们家这么大的家业不能毁在你手里，你要是不打掉是吧？不打好说，你滚出这个家，我再也不会伺候你了，赶紧给我滚。妈，你让我滚出去，那我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住哪里呀？你爱吃什么吃什么，爱谁拿谁拿，我管不着，这是你的事，走，赶紧给我走出去，你自找的，他打掉不打掉。你没吃饭吗？我这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。什么？你这怀着孕一天没吃饭了？那行，这个给你吧。大姐，真太谢谢你了。拿着拿着馒头回家吧。你看我这身上也没钱，本来给了个馒头。没事，这馒头啊本身也值不了几个钱，就拿着吃吧。奶奶在家等着呢。哎，快起来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躺着呢？小白，奶奶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坐着呀？哎，快起来！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做什么梦啊？我是你老公啊！奶奶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在门口坐着呀？小白，咱妈把我赶出来半个月了，她不让我进家。什么？不让你进家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咱妈带我上医院检查了，这检查出来我怀的是女孩，她就嫌我丢人，把我赶了出来。什么？咱妈怎么这么过分啊？
奶奶，那你这半个月是怎么过的呀？我是每天都出去捡瓶子，有时候碰到人家有人吃剩的饭，我再给人家要一点，晚上我都回来蹲在他家门口。啊，那你蹲家门口，咱妈看到你就不让你进去啊？他看到我会更骂我，让我滚远一点，不让我待在门口。我都是偷偷的看他不在的时候才回来的，我就是想等你回来的时候我蹲在这里，你肯定能看到我。奶奶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苦了。你别急，这口气啊我替你出。走，咱们回家找麻烦账去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算了，不要了，留着。什么时候到家的？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？打电话？打什么电话呀？本来我想着给你个惊喜呢，妈，没想到你结果给个惊吓呀！你这是咋了你？是不是听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妈，这还用他说吗？啊，是个人都看出来了吧？妈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奶奶赶到门口去？难道就因为他怀个女孩，你把他赶出去？谁赶他了？他自己要说出去走走。妈，事到如今你还得给我狡辩是吧？啊，出去走走，你糊涂小孩呢？啊，出去走走了半个月，这么长时间他不回家，我以为他回娘家去了呢。妈，你到现在还来骗我是吧？啊，奶奶都告诉我了，他在咱家门口蹲了半个月呢，你看不见啊？啊，他回娘家，回娘家，回哪个娘家了呀？妈，我打电话怎么告诉你的？让你好好照顾人呢，好好照顾人呢，你又照不照顾的呀？儿子，你先别生气，他不是怀了个闺女吧？你说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，这么个儿子怎么行啊？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妈，这个好，我不要你为我好。女儿怎么了？啊，我就喜欢女儿。妈，这什么社会了？你的思想怎么还这么封建啊？当初我要是老爷，我嫌弃你，你嫌弃你是个女儿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了。小白，你别生气了。那你既然把他又领过来了，我以后好好照顾他。行了，妈，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了。你看你的样子，这是错的样子吗？行了，你呀，收拾东西回老家吧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那我要是走了，那谁来照顾他呀？这话说的，你在这儿好像跟照顾他了一样，妈。我们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你照顾我，我会去想办法的。求你离开，离开我家。这个妈走了。对，等你反应好了，我再去接你。走啊！奶奶，这口气我听你说了，你呀，就在家好好的养身体。我知道了，小白，你把咱妈赶走了。会不会不太好呀？奶奶，没事，我妈那个脾气就应该好好治治她，让她自己在老家好好反省反省，等她反省好了，我再去接她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行了，你说了，这几天可快乐了。走，我爷带你出去好吃的。